大家好，我是大刘。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个煮茶叶蛋的方法。首先准备香料，桂皮一块，八角两个，沙姜三块，陈皮一把，花椒一勺，小茴香一勺，茶叶适量。先把鸡蛋冲洗干净，冷水下锅，煮15分钟左右。轻松做出营养的早餐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美食就在你身边。